前头黑无日的家人哇喵西门的人，高高的雪林一片大森林，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，咿呀一匹烈马，咿呀一杆枪，帐篷也鹿门身边也打不尽。大狼说，我们鄂伦春族是个狩猎的民族，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兴安岭的大森林里。啊？睡了好几回了。我叫艾哈，就是好样的。坏了，轮胎坏了。我的汉语名字叫刘红磊，我今年七岁了。等过完这个暑假，我就要上小学了。大龙说，小时候他是住在山上的，后来大伙儿下山定居了，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小镇黑龙江黑河市新生乡。上学前最后一个暑假，可我却第一次有了烦恼。哭也没有用，快给我背。完人！妈妈非逼我学鄂伦春语不可，说报名入学要面试。让我学会用鄂伦春语介绍自己。啊？他的小腿儿，他跟我比赛呀，喊你知道呀。对呀，快点，谁来呀？你呢？吃火鸡。那个呢？棉花糖鸡。那个。就是小张吉埋汰。我姥姥可厉害了，她会弹口弦琴，还上过电视呢。姥姥说，从前住在山上没有电视看，大伙儿就围着火堆唱歌弹口弦琴。使劲抠，叫个花，这不就是个花吗？嗯，像啥呢？葫芦娃。这是我姥爷，我们新生有名的墨尔根，就是最好的猎手。他骑马打猎可厉害了。可现在老爷的腿不好了。表哥吴楠是个年轻的墨尔根，他准备上山去，姥姥让他带上我。啊，那你就站到我这个位置。
见了吗？我也听见，看不见。实在是不快。叫你查查清。这个枪啊，我们鄂伦春雨叫没线，子弹呢怎么练？每个猎人呢都要爱护自己的对象。这个就是。哥哥说，我们鄂伦春人虽然有猎枪，但不是什么都打。像夏天怀着宝宝的母狍子，春天没长大的小狍，都是不能打的。老祖宗还定下规矩，打猎只要够吃就行了，不能贪心。猎人是守护森林的人，不是破坏森林的人。多少令？明月隔壁。一我们就是明月隔壁又发来了，突然有一个猫，你的听话要按你妈了，学不学呀？我学呀。你问怎么拿蛋这样的六问。后来我可有的是办法，我有拿手绝活，就是捶背。我前面也没人呢，过来呀。生长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猎人，打狍子，他打的是鹿。那他不是不爱护小动物吗？不能打小动物，不是好人。猎人不都是坏人的？你看你的姥爷都是打猎的。呀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，妈妈的妈妈是谁？我知道妈妈是谁呀？奶奶呗。谁教的你？妈妈。好大的眼睛！今天要去上暑假活动班，妈妈说那里可好了，又能学习又能玩。上学去喽！我们忙也比一比去，两个耗子晃了晃。啊，你喝了呢？怎么又是学鄂伦春雨啊？不好玩，又被老妈骗了。终于有好玩的了，老师教我们用软陶做刨头帽。刨头帽是我们鄂伦春人冬天戴的帽子，可暖和了。
好吧，只有我了。你把我脚摘下来干什么你？捣乱。乱号的忙呢。捣乱鬼。我给你做眼睛吧。你给我做的很丑啊。真好，你拔了。刘佳蕊。刘美做的。别生气。都怪你。是魔鬼。冲动是魔鬼。哎呀。这是我做的牌子吗？你做的在啥？你家这些都是什么？什么蘑啊？那个蘑菇你怎么放进去啊？完了，这是蚂蚁的屎啊，小心点。老师，给你。古龙木沙节就要来了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节日。那天大伙儿都会围着篝火跳舞，说是祭拜火神。嗯，真香。闻酒味儿，全是酒味儿。都是酒，就是酒味儿。嗯，行。古龙木沙节要举办鄂伦春雨比赛，妈妈也给我报了名。过节好玩，比赛就让我心烦了。姥姥说，鄂伦春人都不会讲鄂伦春话，是要被人笑话的。还说只要我好好学习，就带我去钓鱼。姥姥，你在干嘛？那曲子就倒出来。你不要钓鱼去吗？干吧。曲子，好多曲子。你在跳舞吗，小曲子？啥？这个真整丢了，给我拿的。别叫我啊！烦心的是，好好的钓鱼也被姥姥塞进了学习。我教你说句话啊，明天可笑。装水了。练习的技巧，我叫刘芳蕾。下雨了。蕾蕾不听话。还是回来好，我跟姐姐玩嘎啦哈。哎，用手指弹比大小，也可以往上抛，看谁一把抓得多。这嘎啦哈吧是那个狍子的骨头，后腿剩的一个狍子两个，这多少个狍子吧，咱这么老多。我先数数啊。这么多。哎呀，挺会的你！比赛，你俩谁比？来，我教你们怎么比，拿来。嗷！这什么药啊？狼，今天
晨晨来了，妈妈放我半天假，然而就领我们去看袍子。看袍子去。行。咱们看几个袍子呀？不知道。仨。仨。三个袍子。三个袍子。嗯。小袍儿，我叫刘红磊，谁认识我吗？你说说你的车牌号，还有你的名字。你在那儿吓唬他呢，然后把他吓唬我们这儿。他在笑哎。你家车没有靠的座椅呀？明天就是古鲁木太节了，姥姥正加紧和我训练，其实我都记住了。大声说。我看见姥姥了，她还是评委呢。我的名叫怎么说呀？怎么办啊？忘了，全忘了。我介绍我太可爱的给大家表演节目。因为我是年龄最小的选手，原来比赛也不难啊。我的面试通过了，我的烦恼也没了。捡个钱。我要去黑河上学了，我要成为小学生了。他的鼻子可真好使。再见了。
我的大森林。再见了，我的大马，我的小盘。再见了，我的球球，我的棉花糖鸡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一起玩。西前头黑无人的家人，我们要西门的人。高高的雪林，一片大森林，森林里住着勇敢的恶冷城。一呀一匹烈马，一呀一杆枪，帐篷也路满，身边也打也打不尽。